有人问我累不累，你真是累肯定累，一想挣钱也就不累了。嗨，大实话。那是啊，你这种地不也得累吗？待着不也得吃饭吗？啊，刚才是高峰，对，高老师啊，这一晚上出了进去，出了进去好几趟。嗯，说相声没一个好体格肯定是不行的。那是，其实我们得谢谢观众朋友们。哦，这一路走来，于老师后台这孩子们都不容易。哎，大家伙都不容易。我们认识时候才十几岁，是这一晃都这岁数了，多令人很感慨啊。嗯 嗯, 嗯，当然主要得谢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这是对的，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谢谢各位了、啊、谢谢各位。今天晚上德云社在十个城市同时跨年演出、嗯、好家伙，我们派出去好几十对相声演员。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都是您各位捧我们。对啊，这个添了摆设了，嗯，有两块大屏幕，这干得更真儿。哎，他们说这个可以跟他们连线，都瞧瞧他们什么样儿。哦，好不好？咱这样啊，嗯，圈大人薄，得看得瞧，也不能让你们白看。我一会儿啊，给你们一个二维码。你们哎，这嗨，咱们试一下，因为这个技术不归我控制啊。哦哦，嗯，咱们先看看岳云鹏好不好？岳云鹏应该是在武汉吧，小岳、哦、小岳，岳云鹏，岳云鹏，孙岳，孙岳，没事，你们打手势也成、哦、您比划比划。哎哎，这句听见了啊，这句听见了啊。对啊，我们这技术人员在调试呢啊。对，嗯，等他们调戏完了就行、哦、啊。调试完，不是调戏完，对，不是调戏完啊，调试完再调戏吧。哎，你们在哪儿呢？我们在武汉，师傅、哦哦。武汉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我听说了啊，吃热干面了吗？吃了。哦，你们这现场不热闹，是不是观众没来啊？啊，好，替我谢谢，替我谢谢武汉的父老乡亲。我前几个月刚去。哎，在那儿唱着戏，在那儿说着相声，对啊，在那儿吃着牛肉面、哎、啊，挺好的啊。孙悦，对对，这是孙悦吗？啊、哎，听着声儿像，是不是瘦了？小悦，你旁边站的是个什么？是一个孙老师。今天晚上演了几个呀？我们演了三个，目前是第四个，哦、一直在演。助演的都有谁啊？演了四个。助演的有谢金、李鹤东、啊、张鹤晴、刘哲、刘哲、啊、刘春山、冯毅凯、冯毅凯。嗯，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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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这是谁呀、啊？烧饼啊？这是我们的阵容。您的阵容是什么？老师，我们的阵容不值一提，有我大儿子郭麒麟。还有呢，师傅？还有我二那边。还有高峰栾云平，哇！还有烧饼曹鹤阳、杨九郎何九华，都是小朋友啊，嗯，比不了你们。这么看来，这么看来，您的阵容是最棒的。那是我花多少钱了？那是啊，你们的阵容也很了不起。你比如都谁来着？嗨，没记住啊，没事，我有孙悦就够了。最棒的。那也不对，有孙悦就够了。您客气，啊、您客气、啊、有孙悦，大伙儿就够了，就够了哈。是够了，是腻了。对，真好，真好啊。嗯，好，我们再看看下一家。等会儿啊。好嘞，辛苦，辛苦，辛苦了，哎、辛苦啊。哎，好，谢谢。下一家呢？我看看那个狗在哪儿了。哦，说张九南的、嗯。哦，这不是，这是吗？是周九良吧？这是。张九南。哦，这是周、啊。哎，师傅，师傅，哎，听见了吗？你？听听我们观众的呼声。哎呦，你们在哪儿呢？哎，非常的热闹。有，哎，这是接到孟哥了是吧？哦，小孟，孟鹤堂。哎，师傅，你在哪儿呢？我白喊了。你在哪儿？我们在杭州。哪儿？杭州。杭州。他刚才是说了个湖北省吗？
我也反正就跟杭州。小妹儿，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城市？杭、杭州美景盖世无双。我是在那儿是吧？一壶啊，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我们再看看岳云鹏吧，好吧？哎呀，嗨。这就看腻了。你们那儿今天晚上助演的都有谁啊？我们助演的阵容不值一提。哎，说来听听，让我们笑话一下也好嘛。因为我大儿子今天来。相信吧，哦，周麒麟在呢。姓什么都叫麒麟呢啊？哎，您这是刺字了，这是。我们有那个高玉凯、王善友、哦、刘九如、孙九香、哦、然后樊小棠、张小帅。好、哦，不行，跟咱差远了。哎，对，就是没有郭麒麟，是不是？就没有。我好感慨，我得告诉那个北京啊、南京啊、东北啊、天津的德云社小剧场的工作人员，嗯、今天晚上注意防盗啊，因为人都出去了啊。家里偷东西偷一准啊，替我们问候一下杭州的父老乡亲们啊，让他们等着我，我得去啊。嗯，好的，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啊。好，好，我们看看下一个地方。辛苦辛苦辛苦你们。接下来是哪？巡视那意思。哎，合肥吧。合肥谁呀？张鹤伦呐。哦，张鹤伦，伦郎在那唱着。张鹤伦、郎鹤炎在合肥吗？他们那儿怎么后边就是大屏啊？啊，人家花钱了呗。嗯，啊，人家有钱。哦、我还以为他们那个背板怎么是黑的呢？啊，不是，不是啊。嗯，别那么些闲的。声音还没啊，声音还没切过去。鹤伦，鹤伦，哎，师傅。哦，这个我是刚刚在合肥跟张鹤伦他们分手啊。对 对, 对。因为我在那儿唱戏，演了一天相声、哦。他们是先在安徽的安庆，然后转天就是合肥。今天啊。今天你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因为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张鹤伦老说他们家的毛葱冻白菜好，他从前年就说每年给我寄，到现在连毛葱的毛都没见着过。他今天给我发微信说一定，他说一定会收到的啊，这是个美好的愿望吗？是是是，这毛葱最近有点掉毛，是吧？好的，马上就到，您放心，你以后就留在合肥，你不用回来了啊。嗯，郎鹤炎。郎鹤炎，我说那我能回去吗？我要回去。你得回来，你得回来给我种毛葱来。嗯，好嘞，师傅。哎，行嘞，替我问候合肥的父老乡亲啊，让他们带你到肥东啊去吃老母子啊。嗯，好，我们一块儿祝师傅和于大爷新年快乐。就这两句词还说不齐，你看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早生三胎。好，可以了。嗯。回家种毛葱去吧，去吧，嗯嗯。来下一站，谢谢师傅。好，谢谢。下一站看看是哪儿？这是谁呀？九零九零。张九零吗？上海的，别着急。我们这怎么转？怎么出了马赛克了？你们要想遮掩什么？爷爷，哎，是在西安的吗？爷爷。这出了外星人了，这爷爷，咱转过来，爷爷，爷爷，我是葫芦娃里边那爷爷，你看了吗？嗯，你们就可以说正经事了，不用老叫这俩字儿啊。对，愿意叫也行啊。爷爷，我在西安。好，小菊是吧？小菊啊。对。哎呦，是小字儿。爷爷。哎哎。对。哎，你们都在西安的是吧？在家里啊，吃面条了吗？没有。有。西安面条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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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啊，吃了。都谁去的？都谁去的西安呢？哦，没有。小菊、啊、小婷、小贝、九泰、小龙、孙子昭、孙子，别骂街啊。孙子昭是孙悦老师的徒弟，对啊，名字叫孙子昭。是我大爷。啊，他要叫儿子昭，可能就长一辈了。哎，这样。哎，嗯嗯，好好演啊，听见了吗？可以，可以。问西安的父老乡亲们好，因为我是西安人，我给家乡的人们拜个年啊，这也是过年啊。
于老师陕西的祖籍，对，我祖籍是小的时候从西安卖到这边来的。哎，对，也是想不到的事情。嗯嗯，那现在卖还得贵是吧？对，涨价了。那会儿价上不去。嗯嗯，替我们问候陕西父老，让他们等着我啊。嗯嗯，好嘞，谢谢。好嘞，恨啊，嗯，好嘞，恨啊。行，看看下一波。哦，辛苦爷爷，辛苦爷爷。好嘞，葛师傅，好好。六爷。啊，行了，嗯，没问你奶奶这个，老喊爷，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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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让，好，我们切到下一站啊。大哥，我，大哥，下一站谁啊？下一站有一个动作是吧？这是哪个歌厅啊？这是。嗯，本来德云社我不认识这么些人，哎，多热闹！这回全认识。师傅，谁呀？师傅，我们爱你。师傅是狗。这是谁呀？谁呀？师傅是狗，哎，不是狗吧？这是师傅是我呀，张九南，狗子，张九南啊，张九南，高九成，你们今天晚上在温州对吗？我们在温州，师傅在温州是吧？温州，嘿，别哭，有事说。哎，太难过了。温州的观众朋友们啊，都很开心能见到您呀，师傅。哎，这还没见到我呢，不看了一晚上狗了吗？啊，师傅，哎，今天我有很多话想跟您说。哦，没有时间了，师傅，你不用说，我没有什么想听的。嗯嗯嗯，师傅您怎么了，孩子？占用您简单的，我爱您，师傅。你等会儿，你是又上热搜了吗？没有哈，别老接人短儿，行不行？哦，好，这是他的长处。哎，我爱您，我祝您身体健康，哎，万事如意。我师傅，哎呦，行了，电话费挺贵的，挺贵了，行了，哎，啊，高九成，你照顾他啊啊。那放心吧，师傅，他会康复的。那行，那行，有事儿托梦啊。好家伙！好了，大爷。哎，我们一块儿祝师傅大爷新年快乐。哎，这还掐了，让人家就这一句还不让说了。哎呦，到了！来，哎呦呦，我的儿，你在哪儿了啊？师傅。哎呦，这是谁呀？这是张九龄，王九龙。哦，玲珑，是在济南是吧？我们还开着。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师傅啊，这个。我用你说。他是不是刚才没承认？师傅大爷，过年好！哎，过年好啊！你们在济南是吧？哦，在济南，是吧？啊，我都没看见。这儿的观众特别盼着您来啊！哎呦呦呦！刚才我们翻场聊天的时候就问了，哎，说这个啊，对，德云社啊，嗯，是什么？送一杯子，奖杯？不是，这什么呀？啊，我们这侧面实在看不清楚，我们瞧不真正。那是我外甥吗？啊，对，这是您外甥啊，看着牙像啊牙。您这没个老尖的样啊，啊啊，牙是挺像。嗯我涂这大白牙啊，好演吗？济南特别热情，而且这个2500人剧场可以说到现在都没有走的呢，师傅。哎呦，先不开门，一定先不要打开门，知道吗？打再忍一会儿啊，然后你们先跑，再让他们走，要不然会堵着走不了了就啊。哎啊，师傅，我们台上演员给您和北展的观众全国各地方拜个年吧。好嘞，大家新年快乐！好嘞，谢谢孩子们，谢谢谢谢谢谢。想着吃把子，咱们可以把镜头缩一下，缩一下。好极了，来，我们看看下一站。啊，没了，没了，没了。来，哎，把这这么没话聊吗？啊，这是哪儿啊？怎么还穿旗袍的？谁呀？九方啊？上九溪是吧？还得有吧？上九溪，是九溪吗？我们这侧面。哎，师傅，能听见吗？九溪，哎，哦，九溪。九溪，哎呦呵，他们那儿听没声音，听不太清楚。你们是在宁波，上九溪在宁波啊，宁波宁，这是我们的两个哑剧演员。嗯，我在宁波啊，好，看出来了，很激动，很激动啊，嗯嗯，挺好，俩人恢复的不错啊。师傅，您能听见吗？能听见，能听见，上九溪呀。得嘞，得嘞。啊啊，师傅。好嘞，你们那儿今儿怎么样？热闹吗？热闹。又太热闹了，你看见了吗？已经不能用普通话交谈了啊，嗓子喊劈了，这是啊。助演都有谁呀？助演的有九福，哦，有九春日，哦，云哥啊，都上来吧，都上来吧，啊啊，上来吧啊。
张潇霆、李九春、李霄红都在这儿呢。嗯啊，好，红的绿的，你看多切呀、啊！吴龙香，看那垮死我了，这几个，嗯，行嘞，好家伙，急了啊，好好演啊，嗯。给现场观众朋友们问好，最后宁波父老乡亲啊，嗯，让他们攒钱，明年我去。哎，这师傅怎么跟您说新年快乐？哎，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孩子们啊，你们辛苦了，回来上家吃饭来啊，赶紧回来，郭麒麟回来了，找他喝酒来啊，嗯，哦，啊，行了，好，下一站，好，哦。师傅、哦，哎哎，师傅，三哥，师傅好，孔三啊，是孔三吗？嗯，哎，姐，哎哎哎，啊，张九空，哎，师傅，哎，好，你们在哪儿呢？师傅，我们在这儿已经看了半天的电影了，将近十分钟，我们都没敢说话。你们在哪里呀、啊？我们在无锡。哦，在无锡啊，无锡啊，无锡是个好地方。吃排骨了吗？师傅，我们让您感受一下无锡的快乐和幸福。好，三二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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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迪厅，新年，哎呦，新年，哎呦，无锡有这么大的传销组织呢，哎，无锡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期待您，我知道我知道啊，那个你跟他们说啊，我跟你大爷问他们好啊，是是是，争取明年咱们都去一趟转一转，你们那儿助演都有谁啊？我们这儿的助演有郑好老师哦，杨景明老师。等一下，郑好，郑好是跟那个黑粉打架那个人吗？嗨、哎，他说今年咱们这儿杀出来的一匹黑驴啊，他怎么就红了？大网红就是黑驴吗？哪说理去这是啊？还有谁啊？郑老师往这边入画、啊，都过来，都过来。哎，你进明大爷在了吧？还有啊，进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还有石老师，石爱东，石老师。哎呦哎呦。好家伙，这点老先生都跟你们去了 啊, 啊！还有那个我徒弟王小格哦，王小格可是您孙子啊，有意思的人。董九涵，还有李云天，哎呦嚯，阿根儿也在呢啊，嗯，啊、板王都在，嗯，好，各位辛苦了啊，各位辛苦，好嘞好嘞，替我大家伙都祝您新年快乐、啊，您刚才听见了吗？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还以为上九溪喊的呢，嗯。就是没听见，听混了，就是没听见啊！好嘞，各位辛苦了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孔三儿，你回来上家来一趟啊！嗯，好，好嘞，好的好的，自己来就行了啊！嗯嗯，对，别带李杰吃饭，师傅得带着我，师傅是吧？无锡的无锡的观众朋友们，那个问您好，哎呦呦，替我问候，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啊！是不是无锡的观众都走了？没有听到喊啊？这是欺负北展没人啊，咱们来一回吧。哎，我跟你说，沾起哄我们一门灵，这还压着呢啊，谢谢。哎呦好家伙，好家伙，都带着这个荧光棒啊，小荧光棒子，嗯，真棒真棒，嗯，好嘞，谢谢谢谢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我们再看下一站，咱们有点太欺负人了，来，好，来了，这是哪儿？银川吧？是银川吗？你有救我的？谁呀、啊？没看不清楚，我这一侧面。你看见我了吗？这是外星人呢、啊，这都是。说说名字，看不见脸。行，就算是你。师傅，师傅，师傅。哎，对。你们好。上那儿也看不见，这是咱的人吗？别切错了。你看这还是北京方向，现在听得见这边的声音吗？哎，请说出你们的名字来。哦，是我们这一站是吧？啊，哦，是我们吗？哎、师傅，哎，我们是德云三宝 A 组冯兆阳。哦，冯兆阳，于、哦、老师的徒弟啊。谢鹤兰，哎呦呵，刘鹤春，关鹤白。哦，好好，有朱鹤松吗？有，这里呢。朱鹤松有没有给大家唱天津快板啊？嗨，没有。哎，哦，好好，这一下打回来。师傅，那得快板。啊，这怎么？马上就唱。我唱您写的《同仁堂》呢，师傅。好孩子啊，好孩子啊，你不提我的名字就好啊。嗯。他们是在哪儿？在银川吗？在银川。
对，在银川。告诉你们，还有一分钟，马上咱们就新年了啊！哪有快点啊！哎，大伙儿一块儿，咱们得准备啊！都带着表了吧？哎，拿出手表来，最后连看着手机，大伙儿到点一块儿啊！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能够工作顺利，家庭幸福。新年快乐，各位！新年快乐！过年了，谢谢谢谢朋友们！好，全国各地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新年快乐！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德云社感谢我们的衣食父母，谢谢朋友们的支持，谢谢。把雷他们关掉，关掉，放音乐，关掉了。你听听，刚才这是最后一个了吗？对，哎呦，小朋友，就这十秒钟不够他们说的。谢谢孩子啊，真好，嗯，真可爱。刚才这场是最后也，刚才最后一场是银川，就是银川，哎，是银川最后一场，是德云三宝吧？应该是 A 组的三宝的 A 组，应该是啊啊啊啊！刚才小朋友还给咱们送礼物来了，谢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礼物？哎嗨。不是我说，一个小朋友都知道送礼物，这些个成年人，你们挣着工资拿着奖金啊！哎，他把我水拿走了。谢谢谢谢啊！嗯，这个哎，扫码啊，一说一乐的事儿。您买票来了，哪怕您不花钱，坐在这儿站脚助威都是我们的朋友。哎呦，你看这孩子，哎呦，拿了一瓶水，哎呦，太感动。你是不是喝不了了？谢谢啊，我们依次再介绍一下今天台上的演员啊。嗯，我们从这边开始，这头一个啊，我的爱徒栾云平啊。第二个，这都认识啊，我大儿子郭麒麟。嗯，这是我的儿徒烧饼。这都是我徒弟啊，曹鹤阳，著名的何九华啊，杨九郎。高峰高老板，少侯爷侯震，于谦老师。那个一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就有一个小返场啊。演员们有说的，有唱的，有跳的。这个环节是两个极端，一个是肯定是观众最喜欢，另一个呢也是最容易被人挑毛病的。唱个歌啊，跳个舞，然后就会有人拍下来，然后发在微博啊，公众平台的圈我，你看看这是相声吗？我觉得今年的黑粉不如去年的质量高不重要啊，其实呢大伙儿开心就行啊，演员都在这儿，您各位说吧，喜欢看谁，我们请他们演个小节目好不好？哦哦好，哦好啊，侯震啊，好，啊啊啊！你看，喜欢谁都有啊！来，大林，快来，儿子。嗯，大伙儿很喜欢你。嘿，啊，那我必须那个，他出去拍戏去，还挺远。是。啊？没听明白这句。这都是谁许给你们？这都是。他说的什么？他说的是。一个小舞蹈，好，别着急啊，别着急，那一会儿于老师给你们表演，跟这正酝酿呢。这个这一拍戏啊，这个出去有俩仨月，是这个俩仨月呢，这个还挺远，在潮汕地区。对，前些日子呢，跟于老师我们在深圳那儿演话剧，没错。哎，然后发微信说是不是离得近呢？一问我儿子，好家伙，到那儿还得俩来钟头。本来想去看来啊，我是说过去探班，但结果也没摘出功夫来，那得了。结果本来其实今儿这演出还真是原计划的是没有郭麒麟啊，就是因为跨年时间得长，得演够点儿。后来他妈给他发微信，你得回来救场来啊，郭麒麟就跑回来了。这出来组里不扣钱吧？那本来也没给，可能。哦，那行嘞，他要是不给你也不用回去了啊。主要我不知道您还有这个大屏幕这一招，你知道吗？没想到是吧？要有，其实八点就开始放就挺好的，那就省得说相声了啊。行，是大伙儿这么喜欢大林啊，你给他们演个什么小节目吗？我得唱一唱了。哎呦呵，我的儿还唱太平歌词吗？演员那个不老露脸的那个是吧？满洲话也不学了，不要不要不要了，清清嗓子吧，随便来一个。说天亲。儿子，我唱完他们也不用唱了。对，过两天啊，这个德云社倒给你之后，你再唱。啊，不用这么着急，早晚是你的啊。不能。
那我来什么呀，爸爸？你会什么呀，儿子？哎呦，会可太多了啊！又来了，又来了啊！我这没有一问这个，我就习惯性的接这句啊、哦、嗯，那我再唱一《赵花台》吧。可以，来吧，来、嗯，哎，太棒了啊！哎呦，太多年没唱了、啊。来来来，嗯，没事。一呀嘛更儿里呀，月影儿照花台，秋香姐定下了计。他说晚把婶儿来要牡丹内庭前我们断爱但愿得乱风早早配火仙坐等也不来有了等也不来堂姐愿望苍天是止不住的好伤怀美人哎秋香害勾了魂的女裙钗哎哎哎哎哎我儿子唱的最好啊嗯来来来烧饼过来好你唱的好啊来嗯你唱完哎哎不行、哦、不行、啊、不能唱一样的、哦、你得来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特别容易让人录完了发给我还得问我这是相声吗来那哦您说那个那个咱可擅长有的是吧发财呀呀呀、哦不爱听这个人家说了一年你换一新鲜花样大伙儿都新鲜我换一个正正经经的传统用 来一个评戏这么着骂他们有原则嗯来吧来一个、嗯、是孙富吧要现想啊就别唱了是小气来有我呢儿子来有孙富你也带带独守灯光心思思一念念都是美娘貌似花身若柳还是发大财吧压到了去吧哎好要附体儿你看这个啊栾云平这个场合站这儿鞠个躬也是好的啊我就差一句我谢谢您吧我谢谢您吧谢谢您吧啊真的我代表我父母吧给大家拜个年、哎、这有点太周到了啊太周到了啊小四来、哎、先要恭喜曹鹤阳啊、哎、前些日子喜得爱女啊哎对对对好事 谢谢、嗯、谢谢大家谢谢、嗯、啊是咱得追上要不要是确实他们家家都俩我每年我都赔钱我必须得追上今天真准备了真的呀因为今天是跨年非常喜庆的日子所以我每次一个人不知道演什么但是今天我们三个人一块给大家表演一个哎呦那得多烂呢来行吗这儿接这道具啊准备吧咱开始啊给大家表演一个耍狮子咚咚隆咚擦咚咚隆咚擦耍鱼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们这不叫耍狮子这叫耍大爷呢这个啊希望我们这个三个演员呢新年新气象早日调整心态啊嗯你们这就算演完一个了高老板您来吧啊来一个吧咱们开始吧咚不隆咚锵咚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好、哦、来这儿呢给大伙儿带点好来2700多位亲爱的朋友2024年已经来到了祝愿大家新年快乐永远健康快乐就是这么干梦里中醉啊来来来往前站往前站啊新年新气象真快哈2024年了2023年是很忙碌的一年啊这儿演那儿演当然说相声就得在台上好好干活啊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这到新年了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忙做节目拍戏呀、啊、各处演说相声唱戏呀、啊、国内国外也希望各位呢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咱们唱几句大西厢好不好好次日清晨辞别老高明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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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呀哎呀哎呀
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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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走过三里桃花店呐、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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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婆前女儿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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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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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鞭鞭打马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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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